那我要不要先把这个拿着了？扎带给装上，扎带给装上。首先开机，开机，然后这里对有一个二号键，自动控制二号键，它这里还有一个检测二号键，这里有一个送件马达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这里有一根残留的线，就上次没用完。哦，我按着这个键，送线马达，送线马达三号键，按着它，然后线就送出来，你可以拍一下那个线一起，啊，就送出来了。然后我要把这个车盖打开，这个扎带要把它给松好，保持它的一面性，不能乱。不能够翻滚。装这个扎带的时候，它是一条直线装过来。装这个扎带的时候，它是一条直线，是吧？一条直线走过来，然后装放到这里。然后我们来按一下这个，看一下这个送线马达三号键，按着这个键，它就黑点。来看一下这个充电轮，它是不是在转啊？看，好，来看一下这里，就出来了，对吧？把第一根一般不要，因为出来以后，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尺寸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就主要是踩一下这个车轮，它就转了，对吧？我们来看一下。